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燕生活家手作间的刺绣小课堂。今天的针法叫巴斯克节力绣。我们现在布上画上如下的标识线，然后从中线的右端出针，然后从上面一条线挑布，从最下面一条线出针，这样拉出了一个斜的直针。接着我们像这样在直针上绕线，绕一下，再绕第二次。我们注意每一次绕线的时候该压哪条线，穿过哪条线，然后我们将绕出的结收紧，接着再从上面一条线入针挑布出针，形成第二个斜针，接着又绕线，这样第二个也绣好了。最后入针结束，形成一个一个的十字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或交流手作的心得。